六都选情倒数，拼路站造势活动一场接一场，网路站粉丝小编键盘上交锋，社群操作成为超强催票机，推升候选人的人气旺到不行。韩国瑜，当然是韩国瑜啊，他很特别啊，柯文哲吧，大家都讨论他的事情蛮多的吧，对我来说没有影响了，还是要关注他政策吧。政策是重点，但网络人气助长候选人气势。摊开过去一周六都声量战斗力综合排名，韩国瑜拿下第一，声量突破80万，陈其迈急起直追，粉丝团贴文数增加到27则，声量突破40万。紧接在后是台北市长柯文哲，还有新北市候选人苏贞昌，第五则是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。他说不能游行嘛，还有那个俚语粗俗的话，就屁股毛还没长齐，在形象上或者是有点扣分。然后绿营的人从那一次开始。人就开始多了，本来潜水都会跑出来，所以这两个人，超过柯文哲，我是没有问题的。热门话题仍然围绕在高雄，韩国瑜在云林创立双语学校，地租每坪8元遭炮轰，让地主台糖特地出来澄清，也带动高雄地区小党激进侧翼党趁着话题窜出名声。而台中市长林佳龙则因为黎明幼稚园长冲撞坐车，还有台中市雾霾状况，登上热门网络讨论话题。网友在关注东西，如果有出了跟人命有关的，都会比较关注这样。然后再来第二个是，那这个小党这个刚好韩国瑜很热，他打一个最热的选举话题，烧不停，选情天天有焦点。随着选战倒数，精彩程度更胜过往。环宇新闻郭彦廷、陈淑曼综合报道。